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9日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逝世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致唁电。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，并以个人名义对安倍晋三前首相突遭不幸辞世表示深切的哀悼，向安倍晋三前首相亲属表示慰问。习近平指出，安倍晋三前首相在任期间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进行了努力，做出了有益贡献。我曾同他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。我对他突然去世深感惋惜，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，根据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，继续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。水神，还有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台一直在喷烟的这个叫做旺旺水神雾化器，哪里买呢？可以到快点购的平台来购买。好，同时呢，现在中天的观众有好康哦，你上快点购买雾化器会送水神，也推荐大家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R 588，可以有相关的折扣优惠。